大家好，我是 coser Samiki， 我们即将在11月11号到12号的 ACE 创作动漫展与大家见面啦。这次是 coser 第一次的线下活动，而且现场我们会准备很多丰富又精彩的现场活动等待大家来参加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coser， 我是小尊，我是千寻。今天我们来到了，如果是我们老观众应该很熟悉的场景。星宇文创，星宇文创，它的店在那个华阴街，在台北车站附近而已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就是要又要来抽一分奖，今天要跟我 PK， 要跟那个守护对象 PK。那我们要先设个规则，目前预算是只抽。那你想要抽谁？就当然就自己啊。你想要抽五条鱼 ？PK 妹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抽那个泽玉篇的一番赏，所以这一次的一番赏 A 赏是五条鱼 ，B 赏是小姐，然后 C 赏是福黑胜，然后我想要抽福黑胜。你想抽福黑胜的？虽然他一枪毙了鼻子，一枪毙了你，你想要抽他？我想要代表，我想要抽一枪毙掉我的人。好坏，那我们要来定规格，先一个人抽五抽。那如果抽到自己的目标对象的话，就算获胜。那如果输的话要惩罚，输的话就是要给对方打一巴掌。已经打了、欸，已经打了耶、欸！打两次、欸。你想黑掉我可是尊贵天元大人，然后没有在管男女的，不可以对天元大人不敬。那我们就准备进去店里吧 ，Go Go！店长说这边到万圣节前都是买一送一的，超猛的，买一送一的周边，买一送一是周年庆吧？对啊，是周年庆，到万圣节结束。可是因为我们上片的时候有27号，就说上片讲说今天，今天是27号了，所以你们剩3天前来买，3天买一送一，加油！而且他这边是有那个小英雄，然后还有那个咒术回战的。等一下，另外一边有那个东莞，其实还有哎，你看新石器也有，你要买吗？要买了。另外呢，跟这个1:1绿谷。可以，我帮你帮他推。跟他打卡合照的话，还要追踪这家店的粉专，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这个海报以及一张明信片。但是他们有说，如果满1000的话，就直接送这张海报跟8张明信片。反正就直接满1000就好了啦。比较没有钱的弟弟妹妹们可以跟他打卡就可以拿到了哦。那如果有钱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1000，8张，加一张海报，钱钱的力量，划算。这个是他们刚说这是新，等一下，好可爱，什么鬼？等一下，对啊，买了吧，日本限定商品，它还有这个。但这个没有买一送一啊，可是就是新品，这怎么能买一送一？这个买一送一，先买10只吧。太可爱了，好可爱的。这边是《咒术回战》的新品啊，《咒术回战》这个上次我们有抽奖的啊，这个挂着哦，有，你拿到了吗？我已经寄出了。哎，这个滑鼠垫也蛮好看的。然后这个哦，超大块滑鼠垫，但它很多款啊，对，很多款。就是颜色比较亮丽一点，我觉得对于滑鼠垫来说比较舒适。口气，1000的套枕，哎、欸，挺高的哎，它多高啊？109公分，109。我想要这个，它后面是把机上。哦天哪 ，CP 放在一起。然后他说这个买一送一，所以你买的话就可以送我一个。我可以问他买一送一是要送同一款吗？不用。那你要不要买这个？我们要来决斗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啦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再买。如果你输了，如果我赢了，你要奇怪。大家还记得规则吧？谁在五抽内没有抽到指定的角色的话，我就会打他一巴掌。那如果两个都没抽到呢？就打你一巴掌。抽奖，你可以吗？你抽奖。嗯。你知道你眼睛要戴好啊，不可以用别的东西看。你用六眼看吧。开技能是不行的，剪刀石头布。你先抽，五抽，我先抽，好可怕！等一下，我总觉得先抽没有比较好、欸。我先抽是不是好啊？我的目标是 C 啦。大家知道天巡有神之手，我用绿眼看一下。这是第一张，
才有六眼吧？哪看那么久？三四，怎么会放那里？排那个顺序啊，看是第几抽抽到的。OK， 居啊。怎么会没有这个？选走了，它有些配率的话，它的量就只有一个，完全没就没了。F 是什么？资料夹。第三抽，感觉是 G， 那我感觉不是 G， 其实它的 G 也不错啊，小奖全部都可以选款。G 吗？不是 G 吗？刚刚是 F 啦，可以直接拔你头了吧？不行，你又还没抽，你要戴好啊！你当我真的有六眼？第一抽，衣裳，亚克力牌。第二个 G 啊，哇，好像也是 G， 来啦 G， 因为我还要多 G 哎，我差个一啊，哎，你两个，我绝对没有发动六眼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不打女生点，我们八头就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三二一，闪嘞！没有在管老弱妇孺的那样。我不打女生脸。我还没抽到啦，我可以再加。再比下一轮啊，干！哎，我已经抽完了，不是我比下一轮，那我也可以换一下。你要谁？你要夏油杰吗？夏油杰不来。Round two。给我一下 A 上，然后不，耶！那你先抽，我不要你五抽，可以抽下游级。我不认你，我就不认你。我可是月尊，不是五条五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抽，我如果真的抽到，我也是自己会吓死。好了，我第六抽，一闪，抽，干，太扯了，三小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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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说，它虽然是第一赏，但第一赏的概率跟 A B C 一样，都是两个而已。第一赏在这里啊！第一赏是亚克力大半，把它变成两半哦。我再冷静一下。不过我已经满足了，你等一下要扒我也无所谓了。G F F， 吓死！我觉得我已经够神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换我。一定是因为你要抽一个杀死自己的人，潜意识在抗拒他。嗯，一定是你拿着有问题。算了算了，我要摸的好了。B B B， 又是 F。B 干 E B， 哦，干 F 是杀手。G F， 怎么没有抽到？失败的 F， 太扯了。不过我也没有抽到 B， 所以不用扒你的头。开心吗？那你再抽五抽，你还要再抽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已经抽完各十抽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没有抽到，没有抽到，不会是你的、啊。我相信你会抽得到的。我要抽 B， 再五抽就好。来，交给你了，全村希望，快点！已经抽了两个大奖，眼镜拿下来。可是我十个，对对对，眼镜可以拿下来。现在准你看。对，现在准你拿下来。来，快点认真给我看。鼻子的五抽，衣裳，衣裳，我的天，他的又是衣裳，你好废哦，月尊。衣裳 ，F， 剩下几抽？剩下四十，帮你抽了，我抽多少？就五抽啊，可以打桶边吗？这五抽没有抽到，他摄影师会帮我抽啊。你已经没有照例了，废物。你看飞，我今天都没抽到。C， 那眼镜框领域展开。C， 十个本体在这，五条本体在这，然后下一次月尊。哇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虽然你还是没有抽到下游级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他也不在了。你才是不在那个。我们今天抽了30，然后我是15抽共估的千寻。哎，
刚刚发现这边有树奴，这不是你朋友吗？不是，他不是我朋友，他不是我朋友。好了，我们终于串完了，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，再提醒一次大家，是信誉文创的周年庆，周年庆买一送一，这样三天了，到10月31号，想要买周边的赶快来。他们另外还有一个万圣节活动，已经延期到11月10号，所以如果想要拿到海报或者是明信片的话，记得要在11月10号之前过来，就是消费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其实打卡也可以拿到礼物的，门口的跟初九合照，1:1初九好猛啊！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有爆好。对，听说他们还有爆好，只是爆好爆红战神，听说是台湾唯一一个，所以可以来看看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记得帮我们留言什么呢？帮我们留言就是想要看我们抽什么类型的一番赏呢？对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、喔。这个企划真的是非常之难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尊。我们简单工商一下，11月4号到11月7号的时候，扣色将会与世事茶做联名活动，查啦，会推出我们扣色的学员版周边商品。这个就其中之一，范也会在。然后11月5号的时候，我跟千寻也会在那里担任一日店长，可以来试试茶找我们玩，有好喝的饮料以及可爱的周边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哦，还会有一些打卡活动，就来。跟你说不要抽夏小姐，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上次为了抽夏小姐花了10000多，快10000块，还抽不到。夏小姐好可怕、哦，才抽到夏小姐，因为她是神棍的关系吗？因为你越在意的人会离你越远。